各位標迷你哋好啊，又係我 number 七 Watch 豬仔，咁歡迎大家再次收睇我嘅頻道啊！今日第三條片推介，星期六嘅晚上嚇，差唔多9點鐘啦嚇，咁我相信咧好多標迷咧都食完晚飯啦嚇，咁啊嗱，鏡頭前面呢只咧係 Orange Star 喎，咁我提前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，先知道呢隻手錶啊，原來喺外國嘅評價裏面咧咁厲害噶，咁啊原來咧有一個外國嘅 YouTuber 就話啦嚇，咁佢就 Orange Star 39mm 嚇。Classical looks 喎嚇，咁啊用呢個 GS 嘅外形啊去形容呢一隻手錶啊嚇，我手上面呢一隻啊 Orange Star， 咁啊其實咧呢隻手錶唔係好貴嘅啫，但係咧佢做出嚟嘅格調咧真係好高嘅，似唔似 GS 咧嚇？咁我唔敢講，但係咧就係咧確實咧佢真係性價比值好高，咁啊好多時咧有啲錶迷就會同豬仔講啦，啊我想揾隻 Orange Star， 但係咧就唔想要呢啲潛水款啊，同埋咧最好。冇 open heart 嘅位置嚇，咁啊嗱呢一隻咧正好符合咗你哋嘅要求，咁我一齊睇下隻手錶先，咁我試下拉近呢個鏡頭先，銀白色嘅放射性紋錶盤撞咗藍色嘅秒針，咁啊動力儲能顯示咧就係一個Orange Star 嘅標誌性嘅一個功能啊，咁其實咧喺機械錶裡面咧有兩個好重要功能，呢隻手錶都有喎。第一就係動力儲能顯示，第二就係日曆盤啦。咁啊嗱，有曆盤咧，我知道咧有啲人就唔需要嘅。咁啊，豬仔咧就需要日曆盤，咁有啲錶迷唔中意。咁但係咧，動力儲能顯示咧喺機械錶裏面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功能啦嚇。咁亦都係一個好方便嘅功能，知道隻錶咧幾時就快將會停。咁我哋可以手上鏈或者我哋揀嗰隻錶嚟戴。咁啊嗱，你見到咧12點同6點位置用咗羅馬字嘅特字字釘，銀白色嘅放射性紋錶盤，其餘咧都做咗凸起嘅黑道字釘。咁你見到佢個做工咧，似唔似 GS 咧？我唔敢講，但係咧佢嘅打磨咧非常之靚仔啊！咁你見到咧凸起嘅字釘咧做咗拉絲間炮鋼，好有質感嘅。日曆窗位置咧擺咗喺3點位置，同樣啦都係做咗銀色嘅金屬邊框，做咗白底黑字嘅。咁你見到用咗尖形嘅指針啦嚇，咁啊劍形嘅時分針，同樣都做咗拉絲炮鋼嘅，咁好有質感嘅。咁啊6點位置咧寫住咗 Japan 啦嚇，跟住寫住咗 F6。N4 嘅機芯，咁其實咧呢個係得個 Epson 嘅自家機芯啦，採用咗 F6N43 嘅機芯，咁係一個日本製造嘅機芯啊，咁啊。同樣啦，我睇到銀白色放射性紋錶盤啦，透過一塊好靚嘅藍寶石玻璃錶面。嗱，東方嘅 Orange Star 咧，一般咧都係有兩樣嘢咧，係一般佢就係日本製造啦，同埋一般都去用上咗藍寶石玻璃錶面。而今日呢一隻Orange Star 咧，就用上咗一塊擁有 AR 塗層嘅藍寶石玻璃錶面啦嚇，咁啊非常之靚。咁啊，圓玻璃邊嘅位置咧做咗不受降光色嘅錶圈，錶腳嘅位置咧我一齊欣賞一下。嗱，錶腳嘅位置咧好值得欣賞，位手錶都打磨得好靚。我唔知嗰個 YouTuber 係咪想講咧呢啲錶腳嘅位置咧嚇個做工好似呢個 GS 啊，咁啊你見到佢拉絲間咗拋光。間翻拉絲嘅，咁中間咧就依度有一個唔同嘅一個摺疊位啦嚇，唔同嘅摺疊位啦，好有層次感嘅呢個位置嚇，咁啊你見到佢咧拉絲間拋光間拉絲，好有質感嘅。錶帶方面咧都做咗一個實心鋼嘅錶帶啊，咁啊三行拉絲間咗兩行光身嘅，條錶帶咧都好有質感嚇，非常之有質感嘅。咁好啦，另外咧嗰個耳冚方面咧，佢都用咗實心鋼嘅耳冚啊，實心鋼嘅，就唔係做咗空心冚嘅，咁先變咗好有質感啦，做落去。好啦，咁啊睇下第三個位置咧，值得讚下，佢有微調窿啦，三粒窿，兩粒微調位嘅一個 double lock 嘅錶扣，咁上面都有 Orange Star 嘅 logo 喺度啊，嚇寫住 Orange Star 嘅，咁撳掣打開咧，做咗呢個口橋添喎，做咗口橋嘅嚇，咁啊口橋，好啦，好靚仔嘅一個口橋。咁啊，一個厚度嘅，好啦，睇下嗰個錶底先。嗱，錶底咧就寫有呢個 Made in Japan 啊，嚇，日本製造嘅嚇，寫住咗 Made in Japan 嘅。跟住咧個舵咧就有呢、這個魚鱗紋打磨啦，亦都有啲日內亞紋嘅打磨嘅嚇，淺淺嘅魚鱗紋打磨同埋日內亞紋打磨。跟住寫住咗 Sapphire Crystal 啦，藍寶石玻璃錶面 Epson 嘅機芯啦 ，Water Resist 去到10個巴啦，100米嘅防水 Stainless Steel 嘅。咁啊做咗螺旋式鎖嘅透視底蓋。咁好啦，睇下隻錶先。嗱，翻翻嚟嘅正面東方星嘅機芯咧，正好咧可以話俾大家聽咧，佢嘅動力儲能咧
有幾敏感啊？上鏈嘅時候咧，那個手感啊嚇，咁啊同埋咧上鏈嘅時候嗰個速度啊，咁可以喺個動力儲能顯示針咧裡面反映得到。咁啊而家喺零嘅 power shift， 咁我試下拉起咗，將個指針褪開少少先。好啦，咁向上轉動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。十五下嘅上鏈啦，十五手鏈啦，就去到差唔多25小時嘅動力儲能啦。咁即係一下上鏈咧係多於1小時啊。咁所以咧佢個敏感度咧非常之高啊，同埋呢個標徑咧做得相當之好啊。個標徑咧39mm嘅標徑，唔大唔細，啱啱好啊。我自己覺得 size 咧非常之貼合咧而家嘅潮流。咁亦都係啦，佢嘅上鏈敏感度除咗手上鏈之外咧，佢自動上鏈咧都同樣咁快嘅。咁除咗提先睇過佢嘅拉絲打磨啦，錶殼嘅做工啦，嚇咁啊！我哋睇埋個夜光先，個夜光又得唔得咧？時分針加埋黑度嚇嘅後面嘅點點都帶有夜光喎嚇，個夜光睇下掂唔掂先。好，熄翻個電筒先啊。好啦。咁啊，睇下夜光嗱，個夜光咧就稍為咧都睇到嘅，但系咧就唔算好光亮啊。咁啊，因為咧佢就唔係一隻潛水錶啦。如果東方嘅潛水錶咧，個夜光就會勁啲嘅。咁呢個就時分針夜光比較勁，後面黑度嘅點點咧就比稍為暗深一啲個夜光嚇。咁好啦，咁啊嗱，校時間同校日曆啦。咁我試下剔起咗錶冠，頭先我哋睇過咧一個拉推冠。咁啊錶冠上面咧都 OS 嘅 OnStar 嘅 logo 嘅。咁我試下向下轉動，順時針方向校時間。咁其實咧先講到啦，片頭都講到啦，原來咧有啲外國 YouTuber 咧就話佢係 GS 嘅 looks 啊 ，out looks 啊，咁啊其實咧就佢其實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豬仔加落去嘅，佢嘅性價比值超高。超級高，其實只是一隻 Pissage 的價錢，但就擁有了藍寶石的玻璃表面、動力儲能顯示，跟住仲有一個 F6 的50小時動力儲能機芯，所以我自己覺得一隻普通的入門級 Pissage 都要去到2000多元、3000元，而這隻就比起那隻 Pissage 精工的 Pissage 更加之性價比值高，起碼有藍寶石表面，再加了動力儲能顯示，還要是50小時動力儲能的機芯，而這個 F6 NCS三嘅機芯咧，21600嘅振頻啦，動力儲能咧去到去到50小時之餘，佢嘅時間標準誤差值方面咧，就係呢個正十五負正呢個正25-15嘅嚇，正十25-15嘅，一日大概行出嚟嘅誤差咧，大概10秒鐘、10多秒鐘度嚇，咁啊非常之好嘅一隻機芯啊，性價比值非常之高。咁好啦，試下度埋標徑，磅埋重量俾大家睇先。嗱，重量方面咧就講緊150个 gram， 唔重唔轻，啱啱好，好有質感嘅。至于直径方面咧，好啦，度一度先。直径方面咧就去30，嗱佢嘅官网就写佢39mm， 咁我度出嚟系38.6mm 啦，吓差唔多啦。同厚度方面咧，12.1mm 嘅厚度。Lug to lug 咧就去到講緊係46.9-47度嘅，咁好靚啊個 curve 位，你見到嚇唯美彎咗落嚟嘅，咁試下戴上珠仔14.8cm 手腕先，口橋啦嚇，呢個實心鋼琴啦，好有質感嘅成隻手錶戴上去，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佢會形容佢為呢、這個GS look 啦嚇 ，GS look looks 嘅一個 out look 嚇，咁好啦，咁啊珠仔推介超筍價幾多錢咧？呢只Orange Star 嘅。東方星咁啊，日本製造嘅嚇，動力儲能去到50小時嘅，有一個 AR 塗層嘅藍寶石玻璃表面，咁啊透視嘅可觀底蓋。好啦，豬仔推介2928嚇，2928。咁其實出面咧大概咧賣緊4000多元嘅手錶嚇，6000多元嘅定價，我上網睇先 search 過下。咁一般買到咧4000元到4600多元不等啦。咁豬仔超筍價推介優惠就係咧2928嚇，2928。咁其實咧最平嘅時候買過2800多元嘅，上年嘅時份。咁但係冇辦法啦，因為 yen 價咧都回升咗一啲啦，咁多咗幾十蚊。咁但係咧而家都仲係處於一個好抵玩嘅價錢啊，唔需要3000元就可以入手到呢只東方星。咁所以咧，如果想把握到咧呢個咁靚嘅價錢咧，咁靚嘅位置入手到一隻咁靚嘅東方星咧，咁啊千祈把握住呢個機會啦。因為嚟緊咧，好似聽聞啊，我就唔識啦，真係係咪9月份減息咧？美金係咪真係會跌咧？如果港幣
又會同樣一齊跌呢？咁啊，所以咧 yen 價會再升咧嚇，咁啊大家自己諗下啦。咁我自己覺得咧依、這個價錢入手呢啊、相當之優惠嘅2928。咁中意條片嘅標迷呢記得俾個 like 贊豬仔，豬仔需要你哋支持，手快有手慢冇，豬仔得三隻嘅啫，冇多㗎啦，得三隻嘅啫嚇。2928一隻Orange Star 東方星，咁啊成日問豬仔東方星嘅標迷呢，千祈唔好錯過依隻手錶嘅推介啦，亦都冇呢個 Open Heart 㗎嚇。咁、啊、好啦，希望你鍾意白面嘅一隻東方星 Orange Star MIJ。